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4面，544面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啊，第五行，要当孝顺，即观经之孝养父母，见于彼经三福之首，乃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之业也。在这一品的开端，念老就引用了《观无量寿经》敬业三福啊，这个三条是一句。世尊告诉我们，那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三世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菩萨修行成佛，这个三条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佛法，经历很长的时间啊，有人几年，有人几十年，得不到修学的效果，于是对修学佛法了怀疑了，终悔了，退心了。自古以来，这都常常见到啊，不足以为奇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产生呢？对于敬业三福了解的不够透彻，没有真正的能够修学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三条是多重要。净宗学会当年刚成立的时候，这20多年的事情，我们跟同学们定了日常修学的课程，只有5个科目，越简单越好记啊。第一个科目呢，就是敬业三福，不仅仅是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可以说所有大乘法门都不能违背，都不能离开。你说这个
三条是多么重要，违背这三条决定不能成就啊。而这第一条啊，确确实实就是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孝养父母怎么做法。只要你能够把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，啊，字字句句都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它才管用啊！啊，这是根本的根本。唐朝中叶以后，在中国佛教里面的祖师大德，他们放弃小乘的学习啊。盛唐的时代，小乘有两个宗派，居士宗跟陈世宗啊。只要是学佛，小乘不能不学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佛说是非佛弟子，这佛不承认你 啊你劣等呢、啊，小学没有念去念大学了，哪有这种道理 啊那么唐朝中叶之后，祖师大德放弃小乘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用儒用道代替小乘，行不行啊？通过这一千多年的实验，行，效果卓著啊！这一千多年来，佛门里面无论哪个宗派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啊，说明儒跟道啊确实可以代替小乘啊。儒道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，我们学起了格外的亲切啊，所以儒家我们就采取《弟子规》啊，道家呢，我们采取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去落实慈心不杀啊。儒家的《弟子规》呀，落实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就是孝亲尊师啊。啊，有这样的基础，后面修十善业就不难了。所以，敬业三福头一条，四句里面就是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如果这三个根没有学好，学佛当然有问题啊，所以佛不承认你是弟子啊。我们受了三皈，拿了皈依证没用处，佛不承认。如果你真学啊，真的把儒释道三个根扎好了，没有做皈依的仪式，佛菩萨还是承认你，你是他的真弟子，不是假的啊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啊。这个三皈五戒这是形式啊，不是很重要的，重要是你真正肯干啊，你真学啊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孝养父母这一句，可以说是事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！哪有不孝父母的人会有成就啊？他能够做佛，能够做菩萨，没这个道理。哪有不孝父母的人能够成为世间的圣人、贤人、君子？没有啊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，没看到一个。啊，今天的人把孝养父母疏忽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啊，他修学事出世间法都不会有成就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孝亲尊师是信德。啊，事出世间的圣学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，不是信德了，跟他不相应了，他不是世间某一种学术啊。啊，今天世间的学术，他们所求的是知识。不孝父母，不敬师尊长，学知识可以学到，智慧不行啊。他没有真智慧啊，没有真智慧，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真正的福报。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财富，但是他的人生不快乐，他的人生没有幸福啊！这是我们同学们，你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你都看到啊，都在眼前啊。啊，为什么古老的社会人心安定？啊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他快乐，他幸福啊！啊，你在什么地方看到他？他满面笑容啊！他身心都没有压力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畏惧，没有烦恼啊！啊，现在这个社会跟过去相比，那叫反常啊！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看到老人自杀啊，住在老人院里，他为什么自杀？自杀的原因何在？他人生的目标没有，人生的希望没有，他活得很痛苦，活不如死，这自杀了。那还有呢，小孩自杀啊，小学生自杀，初中学生自杀啊，大学生自杀，这已经不是新闻了。那这些小朋友年轻人他为什么？
值得我们去反思，应当把原因找出来。人活在这个世间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这个活的就痛苦了。有地位，有财富，造孽。啊，有财富是福报啊，没有智慧他就不知道享福啊，福报全变成造孽。啊，所以今天的社会大家都知道问题太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从根本上讲，是教育出了问题。现在的教育，从幼稚园到研究所，没有教伦理，没有教道德，没有教因果啊，而这些呢，是古代，无论是中国是外国，是教育里面的核心呢，最重要的一部分啊。今天人不讲了。啊，中国人年岁大一点的人都知道，啊，孔子教学四个科目，第一个是德行，第二个是言语，第三才是正事，最后是文学。现在教育只讲后面两样，前面两个不要了。社会出了问题了啊！古时候教育德行在先呢，德行学好了之后，再教你说话、语言，是一个人一生祸福之门。啊，你跟人往来，言语是个管道，不会说话，有意无意得罪人，跟人家结下怨仇。多数结怨的人，他都会引起报复，这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你说多可怕啊！所以言语是大学问呐、啊，啊，是要以德行做后盾，啊，好的言语带给自己的幸福，带给家人，带给社会的幸福，带给世界的和平，那是功德啊！不善的言语引起家庭冲突、社会冲突啊，国际之间的冲突，绝大多数都是语言有问题啊！现在这两门东西不讲了啊，只讲正事。正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技术啊。现在讲的科技教育啊，学成之后，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谋生呢。
帮助你物质生活，可是你没有精神生活啊，精神上你是空虚的啊，物质上你有丰富的物质生活，精神空虚啊，所以你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，活得很累也。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在西方宗教教育没有了，东方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育没有了，啊，这就是今天社会，包括地球上的灾变，真正的原因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只有回过头来去找老祖宗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”啊，老人是我们的祖宗啊，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听老人言？认为老人已经过去了啊，他们的智慧没有现在人这么高，现在人科技的发明古时候人没有啊，啊，他不明了，中国古人有智慧，有没有知识？有知识，有智慧的人必定有知识，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，智慧能带给人生幸福美满，知识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智慧的根是的道德，是伦理道德啊，知识可以不要伦理道德，这是我们今天他在研究探讨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啊。古圣先贤东西好啊，今天没有人提倡，没有人学习啊，东西真好，我们没看到，没听说过，没看到，好在哪里？啊，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，我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啊，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好在我喜欢哲学。啊，这一门学科学的人不多。啊，因为今天一般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财富，哲学是求智慧啊，所以希望得到财富的人呢很少去搞哲学啊，没想到哲学的最高峰是佛学，佛经哲学啊，佛经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，从现代30年科学的成就让我们理解了
佛法也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科学跟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佛法里头有。啊，这个是我这一生当中不幸当中的大幸呐！啊，老师教我放下世间工作，专心去研究这门课程。啊，我从26岁开始。到今年60年了，啊，锲而不舍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才有今天这一点成就。这成就是什么呢？对于传统，对于伦理道德、因果跟宗教啊，认识了。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啊，肯定这些东西能救社会，能救地球，啊，对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一生讲经教学，啊，才真正体会到他用心之苦，他的大慈大悲，真实的流露啊！啊，留下来这么多经典，这叫法宝啊！啊，真正称得上这是宝。为什么？它能帮助我们得到一生究竟圆满的幸福啊，这是小的利益，不是大的。大的利益呢，帮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正道啊，像他一样啊，佛菩萨的地位，那是大利益了。啊，而且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争取得到的。啊，这个不是世间法，世间法命里有的你才能得到，命里没有的很不容易得到。啊，佛法大家都有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呢，这都有啊。啊，大乘经里面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看你本有吗？那中国老祖宗也常说，人性本善，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这是你本有的。啊，那本善是什么？本善就是佛性。啊，这不是命里有的，有的个个都有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，要觉悟，要回头。啊，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物质生活就变得不重要了。啊，孔老夫子不是富有啊，他的生活也很清贫呐。啊，学生当中是夫子最赞叹的颜回。啊，那物质生活是更可怜了，但是嫖饮，居在陋巷。啊，夫子常常感叹说，
一般人处在他的生活环境，那很忧虑啊。而颜回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看他，他都是欢欢喜喜。啊，所以回也不改其落，他落在什么？落在道。他对于宇宙万有的真相明白了。啊，他快乐。啊，佛给我们表演的是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呐。中国古人也说过，说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，教育啊，你学生当中有英才啊，这是无比的欢乐啊。这些道理我们要懂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我们有正确的方向，有正确的目标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变成我们自己的好的增上缘啊，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嘛。你说得多快乐啊！所以这不是一般世俗人能理解的啊，追求世俗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追求世俗的肯定造业多啊，恶业多善业少啊。啊，那死了以后呢，麻烦大了。人绝对不是说死了一切就了啊，那我们这些学问可以不必学了啊，实实在在我们现在真的是明白了啊，死了就不得了啊，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所以不可以死啊。我们修净土的人，修净土的人不死，修净土的人极乐世界无量寿，你现在就无量寿啊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不是死了以后才去的，这一句话同学一定要知道。你往生的时候，你看到佛来接引你，活着去的。啊，你跟佛去了，这个身体不要了，丢掉了，你没有死，你是活着往生啊。啊，死了以后就麻烦大了。不好搞了啊！所以这个佛法叫一生成就的佛法啊，成什么成就呢？一生成佛啊！我们今天是一生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成佛，它不是第二生呐！啊，没有第二生呐！啊，这跟轮回不一样。轮回确实，那不知道轮回多少遍了，不断在重复啊。啊，往生不是的，啊，往生是清清楚楚成就的。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该学的要学，啊，该取的要取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发菩提心是真孝养父母啊。菩提心真心，智慧心觉悟的心。啊，在佛法常讲，觉而不迷。
正而不邪，静而不然，这个心是大菩提心呐！我们有智慧的选择，选择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选择的目标是清净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是以阿弥陀佛做老师，向他老人家学习。你这样的心愿一定得到他的加持，他会全心全力照顾你，教导你，你一生当中肯定成就。这是真正孝养父母啊！你只要一到极乐世界，你就有能力知道你生生世世的父母在什么地方，不是这一生的父母啊，过去的父母，你全都知道了。你有智慧，你有神通，你有天眼都看见了。他们目前受的是什么？他需要的是什么？你都知道。你有能力照顾他，你有能力帮助他，你有能力度他。大乘教里都常讲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生生世世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眷属，这都是有缘人呐。在极乐世界，他们起心动念，你通通都能感受到。这是真正孝顺，真正关怀，真正有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啊，去帮助他们。所以孝养一定要老老实实把它做到。孝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面，这是老祖宗的真实智慧。中国文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它是一种智慧的符号。即使你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法，你看到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它的什么意思，代表什么意思。这个字在造字的原则里面叫做会意。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体会这里头的意思。你看它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字。这孝字老代表上一代，子代表下一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佛法讲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体，它代表这个意思。中国人对于这个字非常重视。也只有中国人。日本继承了中国文化，日本有。韩国、越南这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，他们有，知道有祖宗。所以家有祠堂。纪念祖宗外国人没有中国人有家谱那是什么？家庭的历史中国近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祠堂毁掉了，
家谱烧掉了，我们在海外着急啊，祠堂毁掉了还可以建呢，如果家谱被烧掉了，那就没法子了，我们的根就不知道了，所以念念不忘啊，这家谱还能不能找到？啊，我在这十几年当中，心里常常挂着这种事情。啊，2005年，我回到老家去看看。啊，我们这一族的人还不少。啊，跟我同辈分的人啊，还有30多个。啊，这一个支派呀，啊，就到处打听啊，家谱还有没有。啊，结果总是祖宗有德。啊，家谱保全了，在一个族兄弟的手上，我问他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他小我10岁呀。那时候他年岁不大了。啊，祠堂被毁的时候，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把家谱啊偷偷的拿回家藏起来了，藏了那么多年，没人知道，连他家里人都不晓得。啊，我跟他见了面的时候，我说现在可以拿出来大家看看吧。啊，真的拿出来了，线装本这么厚，37本。啊，堆起来这么高，37本呐。啊，我这祖宗真有德了。啊，翻开家谱一看，我们老祖宗是谁呀？伏羲氏。我们这个姓氏，伏羲的后代，伏羲、神农都是老祖宗。啊，从有文字记载，皇帝，从皇帝到我这一代，136代。啊，记载的清清楚楚啊。啊，人要不知道自己的根，这个对自己祖宗那一种敬爱的心生不起来。啊，秦始皇那个时代，我叔家姓徐，啊，徐福，这个家谱里都有的。他带着一些童男童女到海上去求神仙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所以在日本有人相信啊，徐福到日本来了。啊，也可能成为日本的天皇了。啊，有这么一个传说。啊，所以家庭历史太重要了，有这个东西，人才真正爱家了。啊，爱你的乡土啊，那就是爱国。啊，中国人那么热爱国家，对于国家感情那么重。就靠这个家庭历史，啊，外国人没有啊。你要问他家几代，大概他知道他父母，知道他祖父母，再上去他不知道了。那个对家族的爱心，他怎么能生得起来？啊，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桩大事情。啊，东方人重视家族，重视家庭历史，啊，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我们从家谱当中啊，得到一个概念，那就是
在中国的汉族这个族群确确实实是一家人。皇帝有四个妃子，25个儿子。25个儿子在当时就有14个姓。有14个姓氏。所以这个汉族，我们从前念百家姓，百家姓里面一共是有400多个姓氏。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这汉族是一家人。都是炎黄子孙呐。徐福是果然到日本呢，那日本大和民族也是我们一家人呐。他分支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不是外人呐。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，又何况日本这个族群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能看到，从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有密切的往来。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很多东西在中国看不见了，在日本看见。你们居住的这个环境，中国书上有记载。你们的饮食文化，你们的服饰文化都从中国来的。你们和服也叫吴服。吴是哪里啊？现在的江苏。春秋战国时代的吴国。从吴国传来的服装吗？道道地地的中国古代的服装啊。所以读中国古书到日本来观光旅游感到特别亲切。这文化的关系啊。有孝。孝这个字的意思，扩大来讲，那就是佛法里头所说的。横包十方，竖穷三际，它有这个意思在啊。整个宇宙，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这还不是一家了，一体呀，那个关系都亲切。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，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48愿，为什么要建立极乐世界来帮助这些六道众生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孝，就是因为是一体。孝好比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，我们身体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这个里外不一样啊，就好像整个大宇宙形形色色不相同啊。实际上是这些形形色色都是这一体里面的一个细胞，一个原子，一个粒子组成这一个身体。阿弥陀佛跟我们
同是一个身体啊。啊，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心肝宝贝呀。”啊，我们大家通通是阿弥陀佛的心肝宝贝呀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十方世界一切如来、一切菩萨是我们的心肝宝贝呀，这叫一体，他怎么能不关心呢？怎么能不发大愿呢？建造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照顾这些六道众生，这应该的啊，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讲的啊。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，谈什么条件呢？不谈条件的啊，完全是真心的流露啊。所以佛法讲到极处啊，是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。什么时候知道呢？明心见性就知道了啊。没有明心见性，你不知道啊，你是迷而不觉，你不知道啊。真正开悟了，明白了，晓得是一体啊，一家比一家还要亲，一家不是一体，一体是最亲的啊。我们这才明白，真正把阿弥陀佛认出来了，认得阿弥陀佛，你同时就认到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啊。其实慧能大师讲的一句话我们没悟过来啊，你看他开悟最后一句话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阿弥陀佛是能生万法里面的一法，极乐世界是能生万法里头的一法。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极乐世界从哪来的？华藏从哪来的？变法界、虚空界从哪来的？自信生的。这是自信，是一个共同体啊，讲得很清楚啊。我们都要通过这么多年才认识了这句话啊，才真正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日本遭受这一次的大地震的灾难，啊，核辐射的灾难，我们感同身受啊！啊，这边同学们邀请，我能不来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找我来讲经，我一定来。找我来做法会，我不来。那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没做过法会啊？他老人家一生住世一生，讲经教学49年啊，这是佛陀的事业，这叫佛事啊。佛事是讲经教学。啊，我们做佛的学生，老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这张家大师教我。啊，我出家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，给我决定的。啊，叫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听话了。啊，这个听话就是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啊，老师这条路值得正确。
啊，我这60年来证明了这条路是正确的，正道啊，这不是邪道啊。啊，证明了方东美先生当年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，也不是财富，与这个不相干。啊，最高的享受是什么？快乐无比呀！啊，天天欢喜，天天快乐。啊，这是最高的享受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恐怖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得自在啊！啊，这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。啊，今天所说的，啊，科学上讲的，物质环境、精神的环境、自然的环境，我们都能够了解几分呢？啊，不敢说完全了解，能了解几分呢？啊，这个是快乐无比。下面讲至诚忠心啊，诚者真心，真是无为也。至者登峰造极，就是诚之极，故云至诚。这一句话就是讲真心啊，非常重要。六道众生为什么会变成众生？没有真心啊，真心真心有，不是没有，迷失掉了，迷了，好像是没有了，事实不然，事实你有啊，只是迷而不觉，你不知道有真心啊。如果真知道了，我用真心，真心就出现了。啊，真心，真心是佛心。啊，如果然用真心来用事，啊，那真是灵光啊，无事不办。啊，世间人的心叫三心二意啊，这大乘教上讲的六道众生用的心呢是三心二意啊，三心是什么呢？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，这叫三心啊。二意呢，那是讲摩那跟意识，摩那叫一根，第六个叫一识，是一根一识叫而已，这三心而已，三心而已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可是设法界全用的是三心而已啊，四圣法界用的正，六道里面用歪了，用邪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错用了心啊，偏重在不善。四圣法界用得很正啊，它偏重在善啊，六道不善呢、啊？为什么四圣法界能用得善呢？四圣法界全是学佛的，他没有开悟，但是他对于佛陀的教诲他能够理解，他能够依教奉行。为什么不开悟呢？他们的分别妄想没放下
啊，妄想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呢、啊？这是非常微细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起心动念有心的知道，无意的就不知道了。啊，而且起心动念非常微细。啊，弥勒菩萨说过，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？啊，这个念头就是起心动念，一弹指起心动念多少次？菩萨告诉我们，32亿8000念，啊，单位是百千，百千是十万呐、啊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这一弹指320兆个起心动念啊，这叫无明啊！你不知道自己起心动念。现代科学是用秒做时间单位，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，我快弹大概弹4次，啊。我相信有人可以弹5次，如果5×320就是1600兆，啊，一秒钟里头起心动念1600兆次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叫无明，这个很不容易破。啊，这个东西破了，也就是说这一念停了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那你的真心就现前了。真心不动啊，动的是妄心啊，阿赖耶是动的，是妄心，真心不动啊。慧能大师见了性了，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啊，那本无动摇就是真心啊，真心从来没动过啊。那你就用真心，用真心呢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这十法界是假的，啊，六道是假中之假。啊，六道里面众生只要把执着放下了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还有六道，就是说你的执着没放下，执着真放下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放下了的时候，十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什么境界现前呢？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现前了，啊，十报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，啊，这个真跟假，就是十法界是假的，那个世界是真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十法界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十报土不生不灭。啊，他没有生命，所以叫他是真的。啊，大乘教里面真假的定义是这么个说法。啊，凡是有变化的不是真的。啊，你比如说人，我们眼前看到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无常啊。啊，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这是假的。啊，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都不是真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把假的放下了，真的就现前，一真法界就现前。
可是这一真法界虽然没有变化了，是不是永恒不灭呢？不是的。它能够停，这个停止一段时期，这个时期很长。佛经上常讲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是讲十八图。为什么会有十八图？十八图是无始无明习气还在呀。无明是破了，无明是起心动念的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可是余习断不了，余习没有法子断。那用什么方法呢？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三个阿僧祇劫它就没有了，自然没有了。这一桩事情不好懂。古人呢用酒瓶做比喻。酒瓶盛酒，酒倒干净的，里面也擦干净的，确实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。那叫习气，那怎么断法呢？没有法子，只有把瓶盖打开放在那，放个一年两年再去闻，没有了，真的断掉了。所以他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没有了。这个习气没有了啊，十报土就不见了。十报土是习气变化的，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？他到常寂光土去了。常寂光土不生不灭。常寂光里头没有任何现象。今天科学所说的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，常寂光里头没有；精神现象，常寂光里头也没有；自然现象也没有。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。科学跟哲学，它能够探测的只有这三种现象。没有这三种现象，它就没办法了。你看物质现象，我们眼耳鼻舌身能接触到。物质现象，精神现象呢？这五种接触不到，第六意识可以接触到，第六意识是思想，思想可以能想象，接触到精神现象，思想接触不到的还有自然现象，阿赖耶，第八识。第八识能够接触到自然现象，自性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你就没法子了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说，这个世间众生，他们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。对外它能够圆到虚空法界，对内呀，它能圆到阿赖耶识。今天的量子力学圆到阿赖耶了，是那就到极限了。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，他们的报告书，根据他们观察研究的结果，现在科学的仪器只能够看到整个宇宙10%，还有90%的宇宙不见了。
那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这个报告我们一听到就明白，我们知道他到哪里去了，他不知道。啊，你们同学们晓不晓得到哪去了？我刚才还说过，回长极光去了，回到长极光啊，科学跟哲学都没办法了。那这我们晓得。啊，那么研究微观宇宙的这量子力学，他们圆到阿赖耶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他们讲宇宙当中三样东西，啊，物质、信息、能量，啊，这个就是阿赖耶的三气象。啊，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啊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就是阿赖耶的四分，啊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，自证分是能量，相分是物质。见分是信息，他选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就说明了科学到了尽头了，再无法提升啊，再向上呢，这个佛门里叫向上一住，那要把这个放下，不能用新意识啊，把新意识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放下就是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他要不肯放下呢，那这个是极限，也无法再提升啊，再向上找了个把根源找到，你就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。这一放下，在佛法里啊，你成佛了啊！那是不是解悟了？你是证悟，你真真正的啊，确实透彻理解了啊！宇宙一切法的真相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，全部通达明了了啊！这叫成佛，成佛是什么？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。如此而已啊！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啊，能力、向好，通通流露出来了啊！这些菩萨们修行到最后是真的这个境界啊，所以。今天科学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啊！因为我们以前对佛经上讲的这些很深的经文，我们无法理解啊。古人讲的，我们明白之后才晓得他讲的没错，但是没有科学家的报告，他们讲的听不懂啊，这些文字我们看不懂啊，就这些科学报告对于我们帮助我们解悟，我们理解了啊，断疑生信呐，啊，信心建立了。啊，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建立了愿心，我们一丝毫不怀疑。啊，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我们的方向正确，目标正确，我们一定可以往生，一定可以见到阿弥陀佛。
啊，到极乐世界再继续努力。啊，我们从觉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再提升到正悟，这功德就圆满了。啊，别搞其他的法门，其他法门我们做不到。啊，这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他年岁比我大，大我17岁。缘分好啊！啊，遇到真善知识啊！啊，他的老师夏莲居居士，他的舅舅、舅父梅光系居士，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梅光系的学生，啊，所以我们还都有缘分。啊，佛法的沉船上，我们是同一个根源的。佛法讲因缘呐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我们的缘分呢，太殊胜了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修十善业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十善。违背十善，那就是造的十恶。十恶是造轮回业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念一辈子佛，到最后佛不来接引你。啊，你要怪上阿弥陀佛，那你是罪上加罪呀，你就更可怜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自己错了，佛没有错，法也没有错，啊，别人对待你也没有错。总是错在自己，啊，自己没有认真的依教修行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提的《弟子规》没做到，《感应篇》没做到，《十善业》没做到，你念佛往生就不可靠。啊，你没有把握。如果这三个根扎稳了，你心地踏实，你自己有信心，我决定得胜。你有把握，有把握，你生活的欢喜啊，不管现前什么境界，你都生欢喜心，你心是清净的，你不受外头境界干扰。啊，你真正呢回归到自信佛 啊，这个三皈依是皈依自信佛，自信佛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知道自己跟阿弥陀佛的关系，一体的关系。否则的话你不知道啊。啊，你对于身外之物，对于经中的原理原则之外的，你很容易放下。啊，不再贪念了，不再追求了。啊，你这个心是定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
本经前面一篇说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只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其他全放下了，这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啊，随着至诚忠心到极处啊，啊，这就至诚啊，对于一切人、善人、恶人，对我有恩的人，对我有仇恨的人，通通用真诚对待。啊，什么都不要计较。啊，那这些人呢，对我有恩的人好啊，曾经帮助过我。对我有仇人，啊，他回报我，他侮辱我，他陷害我，也是恩人呐。啊，为什么？要不然，你怎么知道你的烦恼断了？这通过考验呢，让他来欺负你，他来骗你，他来害你。你一点怨恨心都没有，不生烦恼，功夫成就了。那如果碰到境界，心里面就不高兴了，就发脾气了，你完了，你什么功夫都没有啊！那境界风才动就被吹倒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？那顺境善缘没有贪念，都是来考功夫的。啊，瞬间善言，你喜欢喜了，欢喜是七情之一，是烦恼啊。啊，瞬间善言没有贪念，逆境恶缘没有怨恨。啊，你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受外面干扰，永远是平静的，叫平等心。啊，佛经上常讲平常心，平常心是真心啊，真诚啊，平是平等啊，常是永远保持啊，这个心就是至诚心啊，忠者啊，这个忠的意思，你看这个会意啊，心心中有忠，忠什么意思？不偏不邪啊，不偏不邪就叫忠啊。啊，念老这里也说得好，尽心竭力忠于国家，忠孝二字为世间美德之本啊，不但是世间，除世间也以它为根基呀！啊，没有忠孝啊，怎么能成佛？哪一尊佛是不忠不孝？哪一个菩萨是不忠不孝？你找不到。啊，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忠孝起家。啊，连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是忠孝。啊，世间善法也是从忠孝成就的。啊，有人问我，现前整个世界社会动乱，有没有方法能帮助这个社会呀恢复正常？啊，提出这个问题是外国人问题，啊，也是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问我，啊，我回答他的时候，我说有，不是我说的，英国人汤恩比博士说的，啊，
这是他们很尊敬的人呐、汤恩比波是怎么说呢？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代，他说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这个见解了不起啊！那有人相信吗？我的看法好像是没有人相信。我在2005年访问过英国，2006年在巴黎开会，会后啊也到英国去访问。英国，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是欧洲的汉学中心。我去参观访问，跟汉学系的同学交流，跟他们的教授交流，跟他们谈了2个多小时，我就提出汤恩比这些话，不是，这是你们英国人讲的，你们相信吗？因为这些人都是研究汉学的，不要通过翻译，每一个人北京话都说得很好，能够看中国古文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我提出来，他们看着我笑。我在这里等他们的回答，他不回答我。那我从反面说，我说那汤恩比波斯说错了。他们也不敢说错，不敢说对，也不敢说错。碰到这么一个场面。那最后就等我说话了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说汤恩比波斯说的话没错，而是我们把它解读错了。大家不敢说，不敢说不对，也不敢说对，解读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你们都是研究中国汉学的，儒释道，你们是相当通达。那么提到孔孟，你们头脑里马上会想到4书5经13经，那肯定想到这些嘛。提到大乘佛法，你们会想到华严、法华、般若这大乘经典，肯定想这些东西啊。这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们当然不敢说。我说你们所想看到的、想到的，那是什么？儒家的花果，好像植物一样，你看到开花结果那么美呀、看到大乘的花果，你们天天在研究的，能解决问题吗？你们不敢讲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们没有把握。为什么？你们没有体会到这花果从哪里生的？好像植物开花了，结果了，花果从枝条上生的，枝从哪里生的？干生的，干从哪里生的？
本生的。本从哪里生？从根生的。根是活的呀，你们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啊，你要能够把它的根本、枝叶、化果全部都了解了，你就晓得汤恩比的话不错，真有道理。啊，确实能够帮助这个世界。能够解决问题，啊，儒家的根是什么？《弟子规》，你们没想到，啊，道家的根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根《十三业道经》，啊，你们从来都不会想这些东西的，因为这是什么？这是幼稚园的课程，你们今天是研究所的博士。不是神啊！我说那是根。那么你们今天研究的是花果，你们没有根本，那你所得到的是什么？花瓶里面插的花，死的，它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今天社会上东西，这些花果不行啊，讲讲好听啊。无济于事啊！啊，可是你要从根上讲的时候，它管用啊，它真管用。啊，我们2006年去访问，啊，刚刚从巴黎，这个联合国的教科文总部，啊，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，啊，在汤池做实验的报告成功了。啊，这个小镇48000人，通通学《弟子规》，男女老少大家一起学。啊，3个多月，这个小镇风气就大幅度的改变了。啊，我们看了非常欢喜啊！啊，证明汤恩比博士的话是正确的。没有错误，啊，要从根上儒释道的3个根，啊，你有这个东西，你所学的东西管用；没有这个东西，学的东西不管用。为什么？死的，读死书，啊，学的是死东西，啊，我去，儒家教学的一些方法，学习的方法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你们是不是搞这个？是的，都在搞这个。啊，后面还有2个字，晓不晓得？笃行，这个忘掉了。学了怎么样？学了不管用。啊，圣人教给我们，学了东西啊，要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。管用啊，日常生活用到了，啊，工作上用到了，待人接物上用到了，何学何用啊？啊，如何把45经13经变成自己生活？独行。啊，独行是什么？就是《弟子规》。弟子规重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体会呀，提炼出来“孔孟学说”4个字：仁义忠恕。啊，孔子一生讲仁呐，这孔曰成仁呐；孟子一生讲义呀，仁义。这是孔孟学说的标志啊！《论语》上说得好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也。”啊，那你想想看，这4个字能不能解决问题？
啊，人是什么？人是爱人。现在人可怜呐，现在人不知道爱自己呀，他怎么会爱人？啊，怎么会不知道爱自己呢？自己的本性本善，不知道守住自己的本善，不自爱呀。那佛说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你今天变得这凡夫，造着罪业，你不自爱呀。啊，人不自爱，他就不会爱人。啊，自爱才会爱人，爱人从哪里爱起啊？头一个是爱父母啊，妻子儿女家亲眷属啊，慢慢在扩大，啊，扩大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须爱。那在佛法就更大，佛法不但爱人，爱树木花草，爱山河大地。啊，讲到这个爱呀、啊。要发展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爱的教育啊，人要爱人就不会害人嘛，很简单这个事情嘛。啊，今天人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这是爱心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夫子之道是损己利人呢、啊，这是爱心啊。啊，社会才会祥和，问题才能化解，那冲突就没有了。啊，义是什么？义是讲理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叫义。啊，中国人讲情、理、法都顾到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只讲法，没有情，没有理。啊，我只要合法，法律条文我没犯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律有漏洞啊，有问题啊。啊，聪明人钻法律漏洞，实际他聪不聪明？他不聪明。为什么说他不聪明呢？世间法律管不了他了，因果报应他逃不了啊。啊，你看连唐太宗做皇帝杀了人还要赔，还有人跟他逃命。啊，所以他说的好啊。啊，皇帝杀人不偿命是谁说的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杀人就要偿命，欠债就要还钱。啊，夜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人怎么会干这种傻事？啊，这人愚痴，哪里是聪明呢？啊，所以中国人讲情理法，啊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啊，面面都顾虑到这是义呀。啊，我们用忠、用仁、用义来教化社会。社会就能够回头，就能祥和。啊，那么今天东方把传统的圣贤教育丢掉了200年了，时间不能说是不长啊。啊，所以200年这个不善的积习累积到今天，灾难现前了。啊，社会的灾难，地球的灾难。我们知道它的起因，那化解呢？要把这个因消灭掉，这要靠教育啊，教导大家人不能做坏事啊，要教伦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啊，教佛法、教宗教教育啊，宗教这两个字一定把它搞清楚。它不是迷信，啊！你们查查字典，“宗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它有很多意思，有三个重要的意思。
啊，第一个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遵从的。啊，这三个意思重要啊。那教是什么意思？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宗教合起来，重要的教育、主要的教学、遵从的教化。那现在人不要了，说他是迷信，天下怎么会不乱？啊，地球怎么会没灾难？啊，尤其是佛教。啊，我在前面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佛教带给我们什么？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福报。你要想求智慧，求福报，你来学佛。你会满载而归，你都能得到啊！啊，佛就是教给我们智慧，教给我们福报啊！那不学佛就说我不要智慧，我也不要福报，那不就这个意思吗？啊，这么好的教育，不认识他，说他是迷信，排斥他，糟蹋他，你说这个罪有多重？啊，你自己没福，没有智慧，情有可原，你还害了别人。啊，让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对佛教起了怀疑，不相信了，这个罪多重。啊，那你影响的面很大，影响的时间很长，那你的罪就有的受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把它搞清楚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提出啊，孔孟这四个字，啊，要用忠恕来解决现前社会问题。啊，忠什么？刚才讲了，真诚心，不偏不斜。恕是什么呢？恕是饶恕他。他造的那些罪业，因为他无知，没人教他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后面有说啊，大慈大悲呀。那这些造作罪业的人要原谅他，为什么呢？先人无知，不但他不知道，他父母不知道，祖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也不知道，高祖父母也不知道，这怎么办？他累积这么多代了，造的这些恶业，所以造作的罪业不要去追究了，啊，不要去惩罚了，啊，要原谅他。啊，孔子说得好：“成事不说，已经做成的别说了，啊，做的是不善的事。”随时不要去劝导他了，啊，他在干这些坏事，啊，他有这个势力，有这些外援，他肯定做得成功。别劝他，随他去吧，既往不咎，啊，过去造的罪业不追究了，一笔勾销。劝导他好好的来学传统文化。学圣贤教诲，必须从社会安定当中把教育办起来。我们在汤池所做的，就是这一个指导的方向做成功了。啊，如果他造的这些罪业，你去追究他，他心里恐惧害怕，他就会反抗。又造成了社会动乱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不追究了，无论做什么样的错事都不要追究，一笔勾销。啊，坐下来好好的来学孔孟学说，来学大乘佛法。啊，我们改往修来，这样就好啊。啊，一种温和。啊，
和睦的这个气氛之下来解决问题，决定不能用惩罚啊，用法律那可不行，那不是好办法啊。大臣跟孔孟不主张用这些方法，那大臣呢，我们提倡是这个真诚慈悲啊，怜悯这些造罪业的众生啊。那么这些人他要真正学了因果教育，良心会发现啊，法律不制裁你，因果会制裁你，你逃不了因果啊。唐太宗杀那么多人，谁能够能治他的罪呢？结果他堕到地狱去了，这个因果报应呐、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他自己说了，他这个光碟可以帮助很多人啊，这就是他做的好事，现身说法了。啊，所以我请了北京有个经史家，把这八个字刻了一颗印，我看上面挂在这个地方，他们镶在镜框上挂住，印章不大，小小的，这放大了，放的那么大，是小印章，啊，这个印章里面，孔孟仁。仁义忠恕，大臣真诚慈悲啊，就刻的这些个字啊。另外一颗印章，深爱世人，和平天使啊。这一颗印章是早年送给布什总统的啊，现在重刻了一颗啊，我们想在联合国活动里面赠送给全世界国家领袖啊，希望他们都能够体会到深爱世人，希望他们做和平天使，不要发动战争的灾害啊，战争是人祸啊，不是好事情啊！用战争这个手段解决问题，那就是唐太宗的方法。那唐太宗现身说法，果报在无间地狱。那解决问题一定要用温和的方法，啊，不要用武力。啊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圣贤教育。啊，能够把圣贤教育办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尤其是现在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啊，传播这个工具好，啊，国家能够培养一批老师，人数不要多，五六十个人足够了。啊，有一个圣贤教育电视台24小时播放啊，让这些老师轮流在讲学，我相信顶多一年社会秩序就恢复了啊，地球上这些灾难逐渐就没有了，不是做不到啊，真能做得到啊，所以中国古人有智慧，古时候没这么多灾难啊，因为古圣先王他明白啊，《学记》里面就提出来，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建国是建立一个政权，君民是领导全国的人民，
什么最重要？教学，教学为先。只要把教育办好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确实，不是制度的问题，不是法律的问题，是人品的问题。人要是好人，不好的制度，他能做出很好的事情。人品不好，再好的制度，他照样干坏事。啊，所以，真正问题的结症，怎样把人教好？那这个国家领导人就是圣王啊。啊，今天问题在此地，不在别的地方啊。啊，我在澳洲还遇到一个人，也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。啊，我从来没听说过，就是现在西方人已经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最好的制度，我以前没听说过。啊，就是说他们对民主现在怀疑，产生怀疑。啊，我跟他们的回答，我说制度是第二，不是第一，第一是人，要把人教好，人教好了，什么制度都好。人要没有教好，什么样的好制度都会出问题。啊，怎么样把人教好，那就不能够离开伦理道德因果。啊，再就是宗教教育。啊，才能把人教好啊。宗教教育真的要很认真去研究啊，不能用迷信两个字就把它踢开了，这是过分的粗心大意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非常精彩的东西。啊，我在这些年当中看了许多宗教经典。啊，我有一个笔记，啊，读书笔记，里面有十个宗教。啊，好东西我都把它抄下来。啊，我这个小册子题目是《世界宗教是一家》。啊，都是经典里面的句子，关于端正心念、修身齐家的教训。啊，很有受用啊。啊，许许多多的宗教朋友们看到了都欢喜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所以诚到极处啊，就至诚了，重到极处啊。啊，幕后讲信，此处指是法为真实不起。啊，下面第二句呢，忙中念佛。啊，工作在繁忙，抽出时间来念佛。啊，念佛的功德无比的殊胜。啊，这部书里头讲得非常清楚，非常透彻，要认真去学习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Thank you.